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在当前这个时代，许多年轻人都怀抱了创业的梦想。像在台湾，创业的平均年龄落在35岁，但同在亚洲的日本，当地平均的创业年龄却超过48岁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按理来说，年轻人更有创业的拼劲，为何在日本却恰恰相反？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。画面中的女子是住在日本关东地方埼玉县的唐川女士，她已年满60岁，但仍活跃于职场。早年的唐川是一般工薪族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子女。直到2018年，孩子出了社会，她才有空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。由于唐川本人对服装造型很有兴趣，她便开始接触这类课程，同时学习商业知识与销售技能，以及社群媒体的应用方式。此后的唐川便跳出来创业，即使遭遇了新冠，但仰赖网络销售的他仍赚得不错的收入。如今的唐川除了经营时尚本业，还凭借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担任高龄创业者的讲师，过着相当充实的人生。在日本，有越来越多中高龄人士走上唐川女士的道路。根据该国信调机构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，2023年日本新创企业多达15万间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而创业者的平均年龄则来到 48.4 岁，比过去20年的平均值要高出3岁，同样刷新纪录。细看日本创业者的年龄分布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40到49岁的创业者占了总数的2/3， 50到59岁的中高龄创业者占比也有2/5，反观30到39岁的青壮年创业者占比却不到2%。在日本，这个现象被称为创业高龄化。一间职涯发展公司就表示，找他们咨询的客户许多曾是为公司卖命的企业战士，这些人大多年届50-60岁，退休之时并不遥远，而当前来找他们咨询创业的人数也比5年前高出2倍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创业高龄化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吗？其他国家是否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？根据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调查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最活跃于建立以及参与新创企业的年龄层，正是18到34岁的年轻族群。这并不难理解，创业考验着拼劲与承担风险的能力，而年轻族群没有家累，通常也背不多贷款。虽然资源与经验不足，但可能更熟悉当前的潮流与最新的市场机会。不过仍有少数国家跟日本类似，中东的沙地阿拉伯、亚洲的南韩与泰国，以及欧洲的瑞士，中高龄创业的趋势都比较明显。前几年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南韩现有越来越多一人小公司诞生，而且创业者多半都是60岁以上人群。这些微型创业大多是成本较低的零售与餐饮业，而这现象背后存在两大因素：人口高龄化与经济不景气。当前的南韩是高龄社会，65岁以上族群占全国超过1/4的人口，而该国经济成长同步放缓，迫使许多中老年人必须想办法自己找钱过活。回到本期的主角日本，这里除了创业高龄化，还存在另一个特别的现象，那就是长期以来，该国人民对创业的热情始终低于其他国家。日经新闻公布了一项数字，2022年主要国家的独角兽企业，美国有超过600家居冠，中国也有170多家，但日本只有少少6间。同样在前面两个国家，美国有将近70%国民认同创业是理想的职涯选择，而中国更有80%，但日本却只有2/5认可创业，几乎低过所有主要国家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认为日本人天性保守，在企业间的流动率不高，当然不会倾向创业。但事实上，战后的日本曾迅速雄起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期间该国也是创业大国，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制造业创业实力，但之后却因为以下几大因素没能延续这项传统。首先是大环境的影响，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以后陷入了常年通缩的状态，无论是资金面还是需求面都不利于新创企业。第二，日本企业过往奉行终身雇佣制，人们表现出追求稳定与厌恶风险的职涯倾向。2014年一项调查显示，日本只有不到1/3的成年人认同创业是明智的职涯选择，在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二低。有研究认为，这源自日本重视稳定以及从众的文化态度。同一份报告还显示，有多达一半的日本创业家承认他们相当害怕失败，而这个比重在主要国家中排名次高，
年轻人生怕一旦创业失利，就很难再回到大公司工作。最后一点，日本的创投活动虽然成熟，但投资规模与渠道都相对狭窄。2015年，全日本已完成的创投金额为8亿美元，相比之下，美国高达720亿美元，中国已有490亿美元，连人口数不到日本一成的以色列，创投规模已有26亿美元。关键在于，日本的大型金融机构通常倾向投资营运多年的成熟企业，而新创企业想光靠产品或画饼说服投资人，在日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对日本年轻创业族不友善的环境，让握有较多资金、技能与经验的中高龄人士逐渐成为该国创业的主要动力。早在2010年初，就有日媒做过高龄创业的专题报道，调查显示，由于该国人口老化，中高龄族群必须延长职涯，加上地方政府推动创业，寄出低利贷款与商管咨询，并把支援的范围从原先的年轻族群拓展到中高龄层，让中高龄人士加速投入创业。至于创业不足的老问题，日本政府正尝试扭转趋势。2022年，当局订定了初创企业育成五年计划，这项计划包含以下两大重点。第一，提供天使投资人更多的税费优惠，强化个人投资者砸钱到初创企业的动机。第二，由官方制定标准的合约条款，减少新创公司与大企业之间不平等合约的比例。放眼世界，许多人听到创业者三个字，常常联想到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，但事实上，年轻肯拼才能打下江山，这样的描述并不一定符合现实。美国经济学家曾发布一篇报告，统计从2007年到2014年，美国数百万名创业者的年纪，结果他们归纳出两个看点。第一，不同产业都有不同的创业年龄，像在软体新创公司，创业者平均落在40岁，但如果看向能源与生物科技业，平均创业年龄就来到47岁。专家认为，人们容易把创业跟年轻画上等号，往往因为资讯科技业创办人的曝光度通常远高过其他行业，因此产生观察视角的取样偏差。第二，如果从销售额成长率来看，那些成长较快的公司创办人的平均年龄大约落在45岁，且中年创业的成功率更显著高于年轻的创业者。这背后的主因要归功于经验，也就是在相关产业工作越久，成功率将能有效提高。我们也知道，创业过程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，但以上研究至少带来一个结论，年纪不见得是创业的绊脚石，也不该成为不敢创业的理由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反倒能成为优势所在。总结来说，日本当前面临经济发展的转捩点，不少人把中高龄创业视为经济成长的推力，这也对其他迈入高龄化的国家带来重要的启示。是否有创业过的朋友，欢迎向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与经验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